晚安。晚上好呀，大家。今天有点想我，好，我知道，知道，知道，大家都很想我，好不好？我知道大家都很想我。最近有什么事情？先问一下，今天一样是到七点半吗？嘿，对，是七点半。Hello， 因为我要补那个上礼拜因为喉咙不舒服没有来的直播，然后加上等一下这灯是白的吗？哦，这才是白的，加上改罐头。算了吧，就这样吧。罐头很重要吗？哦，是上上礼拜吗？好像吧。反正就是某个礼拜，某个礼拜的那个什么直播，所以我就要播这个礼拜要播三小时。哦，对，我是分成两个礼拜把上个礼拜的分完，没有错。对，一次一个半小时，对我的喉咙而言比较友善。对，而且大家知道吗？毕竟5周年快到了，我也不可能就是对啊，不可能太那个吧，不可能太过不要太伤喉咙比较好。谢谢欧比王送的冰晶玫瑰告白。不喜欢分完，喜欢分红。什么分红？你要分什么红？哪里有分红可以分？谢谢欧比王送的加油，留点体力给5周年，没有错。而且大家知道，其实5周年的周是不能有错步的吗？错步，对，没有错，大家知道吗？很有趣的一个小细节。什么？嘉轩在等他的礼物，在等嘉轩的礼物，那不算是分红吧？错，诶，是错吗？对啊，是吧？大家知道吗？就是5周年的周不能有错步，你们知道吗？那个是错吗？这旁边那个，它就只有周，对，没有错。这个是一个小细节，我也是听姐姐讲了才知道。五周年，对。这是一个小细节，有人知道为什么吗？没有错，错步。来放个音乐，自动选字会跳出来。对，我有点 care 那个小细节，所以看到那个周都会，就是听姐姐说的，然后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午安啊，大家有吃晚餐了吗？我说在意细节，某些我有我的执着，好吗？你们有你们的执着，我有我的执着啊。咦，我的是这个吗？是这个。下班要去吃大餐，这么好，那我早点下班，你们早点去吃大餐，这样。我早点下班，九蛋早点去吃大餐，这样。今天来播歌喉蛋的歌，对吧？
好，那我准时下班，好吗？今天不会有加班环节。啊，不过你是什么啦？哦，要去庆祝父亲节是吗？今天爸爸还要上班，所以也没有庆祝父亲节这个环节。五周年，左边见，我们的右边，左边，我们的右边，右边。哦，其实我数了一下，我是认真有数过，就是发现大家的站位，我跟少彤吧，因为好像大家粉丝都会问说，就是自己推的站位比较靠左还是偏右，但我说真的，其实大家都很平均诶，是真的呢，都很平均，就是对，但是我后来细想了一下。Uncle 区就是左边也有右边也有，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你们来出来就知道了。对，什么圆脸，我没有圆，这样还好吧，你看有下巴，嗯，是尖的，完全就是角度问题，只能说左边也有右边也有。 Uncle 曲是可以透露的吗？怎么可以透露啊？怎么可以，我就问。座位在六号出口前面看到院子，六号出口在哪里啊？真的很过分耶，他说圆，继续超圆，什么意思？六号出口，六号出口，我来查一下吼，他没有要来的意思啊？真的吗？楼下捷运站看线上，为什么 ？Hello， 怎么那么多个爱心啊 ？Hello， 草莓酱 ，C 排五，我只能说，果然 VIP 还是有 VIP 的优点，我只能这样说。我不能再透露更多，我只能这样说，嗯。但是我希望，对，就是希望 VIP 的人友善一点。拿去看一下努力的爱心啊，是这样吗？不算姓浩天，浩天改名嘞，不算姓的浩天，两个都通就是，但是。差别在于周年有错步的周是，就是有巡回的意思，但是我们没有啊。哦，谢谢苍苍送的香槟。然后竟然要用爱心当打招呼，还是那个什么罐头鱼改成什么爱心啊？但我不会改，我真的觉得罐头鱼没有很重要，那很重要吗？那很重要吗？我是不知道欸，那个是差别在哪里？很重要啊，为什么？是现在可以改的吗？明天才发薪水，转账转到户头都没钱的。然后 Google 周是数字，周是正字，只是姐姐有跟我特别讲过，所以就是对。要回台湾了，欸，这么短吗？哦，你是只有去暑假吗？欸，嗯，现在也才八月中啊，不重要，反正你会自己打。那个字有点，就是打的有点手酸是吗？幻影战士，怎么也？但是幻影战士不是金水啊，看起来就不是金水。忘记要把草莓酱封锁，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罐头鱼很重要，当我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就会用罐头鱼。啊？真的吗？要罐头鱼要用什么？那我们来想一下罐头鱼要用什么。刚刚看到有一个说甩我，好，没有问题。但是你们点这个，我可能不会理你。Hello， 早安，宝贝。
今天也很想你哦。这次是去一个月，其实好像没有很长，就是应该蛮快乐的吧，这一个月。好害羞，明明昨天才见过，今天还见到你的时候就很想你、啊。小燕妹，鸭子今天在外面看电视，好像是有点大声，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音量怎么那么难调。坏掉了？怎么会？张少彤是我的宝，超爱他的。鸭子知道我在直播啊，我不是这么油的，这不会油啊！哎，拜托，跟你们比起来，这算油吗？众人都已经被你玩得很无聊了，哈？怎么会这样？我们班高中同学有一个人是混血儿，然后他是加拿大跟台湾的混血，他大学去加拿大读大学，然后我就跟他说，等我以后存到钱，我要去加拿大找你玩。他英文超好耶，而且他爸爸好像就是英文老师，所以他的英文都超好，每次英文不会都去问他，然后他的个性也就是那种很好相处那种。对哦、oh, be your baby tonight， 张少彤要 be my baby tonight 耶。我存不到钱，怎么可能，我不是你们。没有啦。啊，张少彤要 be my baby 耶， You are my baby。 反正我一定会存到钱去加拿大找他玩的，到时候就是他带我去玩了，都不买了，这样可以存钱了。好像我不该说什么的。刚讲到哪里啊？关于五周年，关于五周年还有什么说？还有什么话好说？我想想，就是五周年的部分，我想想，星期一的时候，我好像有在豆粉说过吧？诶，我有说过吗？我说我星期一的时候练了5个小时，哦，没有，我只去了4小时，因为我前面有事有点赶不过去，所以我迟到了。但是教室是我借的，就是借了5个小时，然后，那一次练习其实蛮突然的，就是自主练习，好像是礼拜六还礼拜天的时候，就觉得怎么办，歌好像都学得差不多了，那是不是应该要自主练习一下？可是我又不喜欢在家里练，因为家里没有那种镜墙，然后也没有那种很大的空间，加上就是怕我优美的歌声吵到家人，所以说。对，所以说我就很临时的问三奇说，哎，要不要一起去借教室这样，然后就说来，我们一次借个5个小时，大家觉得怎么样？然后他们就说好啊好啊，还不错。然后就跟艺林还有少彤很突然的借了星期一的教室，就借了5个小时，我们就跳了5个小时。好，我跳4个小时，他们跳5个小时。然后我们一开始是一首一首这样慢慢顺下去练，但后来发现有些歌还没有很熟，我们必须要练到有身体记忆。不是排挤小雨，我们有问小雨，但小雨不行，因为那个时间的话感觉是刚下班的时间，所以就是对小雨有跟我说他没有办法来。对，不是排挤他，我们当然有问他，只是他没有办法来，他感觉很忙耶。之前要排练习的时候就已经很难排了，
对。我喜欢这首歌，然后，就练了5个小时，一开始就顺过一遍，发现就是真的有点小忘记，因为就是有的歌就是可能第一次学或者是对还没有很熟，所以我们就想说一首歌至少跳个3次，原本想说一首歌至少跳5次，就练到有身体记忆，结果发现5次好像有点太多，就是对，然后就先跳了三次。我们都笑称我们已经跳了，累积到现在的话，我们好像已经跳了6遍5周年了，5、6、6、6、7遍了。就对，然后跳了几次，有比较熟，然后边唱边练习，边唱边跳。对，然后。星期几啊？昨天是星期几？今天星期四，昨天星期三。哦，星期三又借了4个小时练习，然后也是就run了几遍。这一次就是一次一首，然后这样顺着轮 run， 然后又顺了两三遍，三遍、四遍，对，已经可以开始表情控管了吗？不知道哎。应该有吧，应该，我有的话当然会，对啊，开始表情控管，可以用半价的票看我们跳5周年练习吗？怎么可以？已经可以开始思考了吗？哎，你们不是我说认真的，你们自己去跳看看，真的。有点，我觉得这几天应该还要再加把劲，有些歌真的，你们自己跳跳看啊，就知道了，对吧？哦，对，我大概都分说过，就是边唱边跳的时候，我知道为什么要有肢体记忆的，就是因为边唱边跳的时候，大脑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然后就很难好好的思考，不能跟平常一样正常思考，就是你会有点没有办法正常思考，这是真的。讲这个话题你好害怕，为什么？所以就是要有身体记忆才会好很多，没有错。你们跳跳看，要先告诉你们跳哪几首，那你们就那个啊，等五周年结束之后再跳嘛，怕我爆雷？才不会嘞，我才不会爆雷，我没有那么容易好吗？5周年完谁要跳？你们跳啊！我跳，等5周年结束之后，我告诉你们我跳了哪些歌，然后你们有兴趣的就自己练习。不要逼你穿裙，没有人逼你穿裙子啊！我是让你跳舞，又不是让你穿裙子。先练手牵手好了，摸摸。你紧紧牵住我的手，帮你借一下5周年后的教室，没有问题。哈哈，你进不来。回台湾再认真看，先去忙。好啊，拜拜。你让我女装过一次，我没有啊，我没有啊，又不是我说的，那是你们自己去，又不是我说的。然后。最近才得知，就是什么声波也是要登记的哦。我就觉得好像就这样少了一份乐趣，感觉不知道哎。所以之后要登记，然后我不知道要怎么登记，就少了一份乐趣。
没有那种想开就开就一时兴起的那种感觉，不是想开就开，不是耶。对，之前好像之前没有听说，但是对，可惜了。但最近应该也比较没有什么机会可以那个。哦，对，我想说一下，我想一下。哦，星期五的直播会改到礼拜六哦，大家记好。一定是被玩坏了，没有，哪有，声波还好吧？大家玩太凶被限制了，嗯，可能吧，但就是，嗯，少了一份乐趣。感觉这件事回家就可以躺平了。哎，真的，我前几天还不小心坐过站，就说啊，什么意思？我怎么又坐过站了？站也才坐过一站而已，但就是很久没有坐过站，结果就不小心对坐过站了。改直播时间，那星期五晚上要做什么？嗯，练柔道。我说我啦，你要做什么不知道。贝明也做传染没有？哎，什么传染？哎，这真的很过分哎！我真的，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尊重一点吗？还好有赶上想开就开的末班车。幸好你没有赶上，以后就不是想开就开的声波了。还好不是做到声波要被管的，怎么会是又？哎，这不是笨哎。末班车已经走了，对，我们。那个真真是真心列车出发，我是声波末班车出发，一下车就下不了车了。也会拿鸭子摔柔练柔道吗？练摔头？什么是摔头？我不会跟他对练，我只会被他拿来当练习的对象，但是就是很弱的那种。握手会多几张，但佳佳听说没货了，怎么会？怎么办？到那边好玩的东西开始没人管，到最后又要被管，就是怎么讲？如果说预先知道自己要开这场声波，就会觉得说会想不到讲什么，因为通常会开声波的原因就是因为一时兴起，然后就会变得比较有趣。可是如果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开声波，反而会觉得说，哦，好，那我等一下，就是已经有准备好，但是又没准备好的感觉。我也握手会摔粉丝做准备，造谣又在造谣，你看是不是在造谣？不会对练是纯霸凌，没有，我是给他练习，就是防身术嘛。我有跟你们说过吧？哦，好像有在声波讲过，就是他就会，因为那阵子可能就是有一点社会新闻比较危险，所以教练就教他们一点简单的防身术，然后我就讲了社会新闻，然后他就说什么那有那种拿刀冲过来的，他还指定我刀要摆哪里，他还要这样哦这样，然后还指定哦不可以我乱挥哦。然后还有假设枪 丢 枪对吗？还有什么？还有想不起来就别想了。还有什么棍子吗？有棍子吗？还有什么刀？我只记得有刀枪，然后跟什么啊？有四个刀枪勒脖子，假设被从后面勒脖子，还有有吧？从前面哦，是前面的，
前面还有什么？不告诉你。那算了，反正就是他还指定我说要怎么勒脖子，要怎么那个枪的位置要摆在哪里，我不能乱摆、欸，这样哪里有用啊？我有看到那个阿亨的那个行动很厉害耶，写了一首歌给我，超赞。可以给我旋律跟歌词吗？留作纪念。最好的方法是绕跑。感觉电击棒更有效。被求婚怎么抵抗？我先跑。谢谢俊生送的好多够够全雷达。哦，对，大家榜前五会念留言板哦，要记得哦。遇到穿制服的该如何抵抗？制服的抵抗，要直接把那燕子当练习对象，直接把燕子当恋爱对象，不行，我不能当你的恋爱对象，真的。谢谢爹爹送的红玫瑰，你又不知道传到哪，多粉没有啊？你私讯就可以了。多粉，你还有我的多粉吗？怎么感觉你好像没有了？七步以外枪很准，七步以内又快又准，这是什么东西？制服的诱惑。制服诱惑到底要怎么跳、啊、谢谢黑聊欣赏的冰滴玫瑰告白，那是什么？有了，我还是念了。对啊，我要没有，这个我之所以念，我是要郑重澄清，我不可以当恋爱对象，我不适合当恋爱对象。谢谢俊生送的好多好多好多礼物，好多名字哦。燕子没有跟爸爸去吃饭，没有啊，爸爸在上班。爸爸今天也没有回家，他平常都住在军营里面，假日才会回来。就跟我的然后一样，好烦哦，嘿，烦死了。结婚对象也不行哦，罐头可以加然后，不行，不准。以恋爱对象而言有点奇怪，对吧？是当试管吗？好问题，我也不知道。油的留言是指你的留言？对啊，我要读出的留言都超油，但每次都觉得很好笑，我都想念出来。不可以当恋爱对象，可以当你最喜欢的偶像吗？可以，这可以。是什么军阶的？好像是什么中校吗？但他没有要升上校的意思，因为升上校可能要被调去南部。没错。完蛋，被发现，没有兜粉，你看，我就知道。看吧。我那一天就是看完你的限动，我原本想要去兜粉上面称赞一下，就说哎呀，他写的那首歌很棒，然后发现等等，他好像太很久没有出现，好像安静了一阵子，然后就去查一下，哦，果然不在里面了。中校会怕？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在飞行职发现不容易，怎么会呢？我只是都没有讲而已，好吗？因为我觉得这样，就是我都会有点小无聊。哎呀，抓到没兜粉？还有谁啊？我看看，我查得到啊。对啊，你们以为的我都看不到吗？我连你们本名跟住哪里都看得到了，我怎么可能看不到你们在不在里面？好邪恶的感觉。好，爷爷你也发现好几个人不见，可以讲出名字。我
气质使用合相。现在都算要点名吗？啊，点名有点残酷，就先不要吧。只是我的出现频率算高吗？我也不晓得。只是我不知道什么样是一个适合的时间点，可能晚上吧。但感觉晚上大家也都是吃饭、滑手机，有的没的。母汤，七月会知道你的岁数。啊，九月，得罪偶像，会不会被小波开？你说呢？可以打开看几号消。听姐妹说，我也是说话大声的。什么是说话大声的？偶像在东粉的权力可是大到，权力大到可怕。有些甚至还可以看到谁还订阅了谁的东粉，我就哦。这就是你不喜欢东粉的原因。我都看得到。好啦，没有啦，不会常常上去看，好吧。追踪订阅可以，订阅可以啊。哦，关掉确实就看不到了。订阅其他人可以。你之前说不会看，那是骗人。没有啊，我之前是确实是不会看，就是乱点乱按嘛，总会发现的。还好之前没填本名过，但是如果不知道绰号跟本名的话，就对不起了。有粉丝得罪住台中的什么？这是什么？好像很久没看到了，这么公开，连订阅看得到。订阅，我不晓得那是订阅还是追踪耶，感觉像是订阅。退了燕子的粉他就看不到了，他三个月的走不了。哦，还没三个月，我有黑名单过人，有黑名单人过吗？嗯，你们猜。怎么可能？我觉得我的粉丝都非常的 friendly。全的主播真是黄玉燕，怎么了吗？我今天怎么了吗？大家太浅了，那每个直播间的都粉都不知道名字吧？但是不会有什么需要实名认证之类的吗？我不知道。残歌词了，好耶！可以看到订阅下垂，我真的好像有。但是可以关掉，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不是啊，我也不会一个一个点，谁这么无聊？那讨厌的粉丝得罪金龙了，我现在潜逃到日本北海道。他现在做什么啊？我没有黑名单过人呢、啊。怎么感觉声波后放得更开？有吗？没有啊，这就是我啊。你觉得你现在应该退订才是？怎么会这样？结果反而把大家吓跑，对吧、啊？就这样，走心，看过吗？看过走心吗？没有。他现在吃螃蟹吃到饱也太好了吧？可恶，不来看我直播，再吃螃蟹吃到饱，可恶！他不是说要减肥？看过我朋友走心，谁没看过走心？我看过走心啊，那你看过我走心吗？你们看过吗？没看过，那你要看一次吗？看他在粉店没有啦，可以，就是关掉就看不到，有些看得到，有些看不到，没有哎、欸。今天我很可怕，哪里可怕？笑里藏刀吗？有吗？有这种感觉吗？什么魔杖？好，算了，我已经释怀了，释怀。他一直都很可怕，我没有可怕啊，我哪里可怕啊？哪里可怕、啊？你们也五十步笑百步吧，这彼此
反正欢迎大家加入多菲，好吗？虽然这句话听起来一点说服力都没有，怎么办？不可怕都被压死死，哪有？有人会一直笑我啊，或者是踩一些我的痛点。就是问你们我哪里可怕才可怕？我哪里可怕？你有拉人进去过？笑得你心底发慌吗？绝不是你们。刚忙着上班，听着都提心吊胆，怎么会呢？比如说哪些痛点？这只能你们自己找啊。刚刚就有人踩了，还不够明显吗？哎，真的是。保持平常心，各位。听完觉得可怕，怎么会呢？怎么会呢？一点都不可怕，好吗？我这么的气质，一直都在兜圈里面，你很棒，鼓掌，超棒，火速赞。这笑容笑得你心底发寒，我怎么了吗？你们怎么了吗？有做什么亏心事吗？没有吗？没有的话就不需要害怕，对吧？你也都在，你的夸奖呢？超棒，超棒，超赞！主播私底下怎么了？我怎么了呢？你说什么我都一律说造谣。说可怕的话，我没有说什么可怕的话，我只是说我怎么了，我没有怎么了，对啊，你没有怎么了吗？嗯，哈哈，私底下把某个粉丝丢进鸡笼说，哇塞，这是造谣，这是造谣。今天的燕子也偏有趣，让人怕怕，还好吧。本来想讲有哪些痛点，突然背脊一凉，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看吧，就说你们没有做亏心事就不觉得害怕。我的上排牙齿好整齐，我的下排牙齿也很整齐。背后好像有东西冒出来，什么东西平顶哭吗？还是什么？现在的我比这个月还可怕，这个月。哦，怎么会呢？今天比较活泼，对啊，就是对啊。有水泥，有衣服碎片，主播有头绪，不要造谣哎，怎么这样啊？不要来人，这样不好吗？好像是有点像声波的状态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更开，有放更开的吗？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平常都长这样。喜欢鸽子，追鸽子，喜欢追一切鸟类。今天是日月宴，肯定是没做什么亏心事，自己还打心虚。你打心虚就是有事啊，没事就是至少捞了起来，这种感觉难说。自己又乱造谣哎。我平常长这样，但我以前直播不长这样，因为我就是很怎么说，我想一下，就是反应比较慢啊，然后觉得，好啦，我爸比较重啦，这样，心脏很乖，应该没有，常常没有，真的没有。直播都是气质，气质。哎呦，吃螃蟹的人来了，不是说减肥吗？谢谢秋香送的红玫瑰。因为燕子不是坏掉就变坏，我没有啊，我始终如一耶。好好啊，吃螃蟹，好好啊，吃螃蟹。
说好的减肥呢？你都还活着，你很乖，很好，超棒，米酒超赞。为什么你知道我吃螃蟹？因为我其实正在监控着。I'm watching you 吃螃蟹算是减肥吧，你看看很麻烦，要低油高蛋白。谢谢庄云送的爱心气球，吃半个小时就出来散步了。但吃的量多少不是用时间来计算的，是用量来计算的。你可能半个小时里面量吃超多，看完之后觉得应该要太多粉，怎么会这样？怎么办？好像有点像威胁是吗？有点偶像威胁粉丝的感觉吗？一定会督促选的，好麻烦肉排督促了，取消订阅一下。结果反而大家快跑是吗？这样啊，那我要变回气质的我了。是真的觉得吃螃蟹会瘦，但是吃海鲜类的话还是不要吃太多。反正你回去就不吃饭不行啊，吃饭不要吃饭，那吃菜吧。不要让，因为很有钱。那蝎子呢？那蝎子呢？蝎子也很有钱。五周年要去吃团子跟寿司。团子是层层的团子吗？寿司好好哦，寿司。不用变回气质，回不去了，永远记得。今天到几点？今天到7:30。燕子现在已经会过敏了，不会。我喜欢吃生鱼片跟螃蟹，还有龙虾，还有什么？反正就海鲜都蛮喜欢的。好吃好吃。气质跟这怎么了？我就不说话，不说话。鸭子吃吗？鸭子吃吗？吃。谢谢素质侦察送的爱心气球。他被你录到9点，想太多了哦，亏你一个啾。鹅肉吃吗？吃啊。记起来了，这些明年下一首歌，明年下一首歌，什么意思？对燕子过敏，因为对我没有抵抗力。啊，我居然是过敏源吗？怎么会这样？你是要说很有关系？跟我很有关系，很有关系，好，很有关系。啊，明天怎么突然改时间？被你们误会成是贴心，那也蛮好的啦。你们就是我的贴心好吗？是这样的，是这样。怎么啦？怎么？我实话实说啊，是贴心，好吗？那我就不要讲原因。好，就这样吧。好，我不贴心，没有，我贴心，一向贴心，怎么会这样？我之前还有因为跟公演撞期，所以还避开过，不是吗？我贴心过啊，怎么没有？过分了，贴心谁？我啊。我，我一向贴心耶，拜托。等一下，过敏不是没有抵抗力，过敏是抵抗力太好才过敏，过敏是抵抗力太好。也不能这么说吧。雷阵雨怎么这样？雷阵雨是怎样？那次在山上没东西看，哇。贴谁的心啊？贴大家的心，真的很贴心，对吧？贴心。
那个翻白眼的礼物没了，哇，怎么办呢？还以为是属于严父的父亲节礼物，你想多了。这一个东西没有抵抗力不会过敏，要免疫系统过敏才会。但是说抵抗力太好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人这样说吧？因为我抵抗力太好了，所以我过敏也这样，感觉怪怪的。鸡蛋的也没了，什么鸡蛋？宣传，上一单问小雨，问他学校怎么样，学校生活怎么样？怎么了吗？自由怎么了吗？问他学校生活怎么样？自由怎么了吗？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严父，还好吧？你看我喉咙又开始。但我觉得我最近确实有变得比较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免疫力太好了，好像打新冠疫苗会很痛苦。那我就是免疫力太好了。我跟你说，我打了三剂新冠疫苗，我每次都很痛苦，结果确诊的时候一样痛苦。我喉咙很危险，还好啦。什么契机让我放下我包？没有，最近跟账号头靠太近了，变得很奇怪。他还在吗？一清喉咙就要小心，怎么不是一清喉咙就要唱歌呢？说不定啊，对吧？果然彤姐，而且你知道最近就是彤姐都会乱打别人屁股，然后艺林就被他传染了，他就是对艺林就被他传染，有一天艺林就打我屁股，我就说你干嘛？对啊，他就突然这样走过来拍一下。然后艺林就坏掉了，他也跟着坏掉了。张浩彤的感染力真的很可怕，太糟糕了，强力谴责，怎么可以这样？真的是强力谴责。我已经对张浩彤的这个行为感到无感，但是黄艺林会做这种事情，我就坏掉了。张少彤的锅，是拍前面我没有那么大胆，我才不敢嘞，我还是很气质的，大家看生日会就知道了吧，知道了吧？感觉正常的是小雨，先去找小雨了，哇哇哇哇哇，大家都要那个金水大量退坑。难过了，提到小雨就进来，怎么会这样？过分，真的强力谴责，怎么只顾自己？难过了，大家要退出。我今天的表现让大家就要退坑了，哎，真的。唉，无话可说，真的，我怎么了吗？我还是我啊，还是说，其实，对啊，你们会不会五期进来，然后就那个、啊、都跑去看五期啊？停了，不可能吧？停了，好，我现在来停了一次，好吗？我很少停了别人的，但已经不是之前的我，是你们变了还是我变了？终究，我真聪明。就问四期进来，你有去看四期吗？这我不知道哎，说不定你刚开始有看，
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在占休，我也不知道。谢谢后印送的加油，哎，后印真的来了，哎，我之前看那个时间都没有看过后印，就不会因为五期放弃我，但是六期就难说了。六期是什么时候啊？六期好久，会不会好久以后？还是要说我没有休息，您应该不会看四期，但你还是看，你还是看。哎，我现在来请乐一次你们，怎么请乐啊？他要说什么？他不会五期出纰漏之后，你们就都跑去看五期，都不看我了。就是，其实我在，甚至会那时候还没展现真面目我可能没有在征推我之前就征推四期，那所以国术是国术有推我吗？国术算推我吗？会哦，真的哦，我要情勒仔加走心仔，不要笑场，不要笑场，不是，我觉得很荒谬。就是，对啊，其实我蛮怕大家就是五期进来之后都不看我，然后都跑去看五期，然后对啊，就是对啊，大家都走心啊，就是新来的都，对，你们会就是跑去看吗？你这样走心哦。你走心啊，我也会走心啊，我就走心啊。你不会，会吗？那要看武器够不够可爱，是不是？你有要你不看？我现在是一个走心人设，所以我当然会说，当然啊，你们怎么可以看？一眼都不行，可以吗？你差点就信了。就是日久见人心嘛，看到时候剩下谁？对啊，我们就砍了，看到时候剩下谁？你绝对不会看别人直播，这个，就是说，其实蛮没有说服力的。现在发誓没有，我有破音了啊！现在发誓没有一个人信，对啊，就是粉色嘴骗人的鬼啊！如果吴奇也有还原，你要去看，他可能是蓝玉燕之类的。事情应该冲击战，因为第一次遇到，不像一起已经老鸟习惯了。好诶，霸道的一面什么？你叫我不看，我可以不加推听我，真的哦。就是说，其实我只信一半。吴奇出片的时候要捂住眼睛吗？你们。其实是说，就是你们不知道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们也不知道就是武器什么时候会出来啊。所以说他们搞不好出来的时候，你们还是会不小心看到，那你们怎么办？就真的不能跟我保证不看武器，但既然要推了就不会不见。好啊，没关系，我都先信一半，先看武器有没有可爱，再决定要不要去看。哦，那我只能说。我不说，我当时事情没有说不能看，但我就说我现在是一个走心人设嘛，你们想怎样？我就说要结束这个人设吗？武器不是817出来吗？哦，诶，是吗？只要后背没升高更高，应该就不会没升，后背没升高更高，什么意思？那是有点困难的吧？我就算在 TP 这里面也是属于偏矮，但是也不是最矮的那一种那一群。为什么主播会？我没有啊，很重要，唯一吗？考虑一下，没有，粉丝就是粉丝，对。谢谢吉米周送的温收礼，唯一一个你从头开始看的哦。这么说也对，晚安。
怎么没有的？武器进来一个新的，也可能是从头开始啊。对啊，说的也有道理啊。其实，对啊，其实大家都是喜新厌旧嘛。嗯，我懂，我懂，没关系，我懂。对，真的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我都懂，好吗？对啊，大家都喜新厌旧啊，对啊，对啊，都这样啊。我也进来不过快两年吧，嗯，很快就已经不是新人了。11号时期有看过我，算不算虫的？我要把汤圆抓出来。汤圆不要跑，汤圆汤圆汤圆不要跑。嗯嗯。汤圆啊哈，怎么这样跑？哎，不公平！你这样爬上来，我要抓你。嘿嘿。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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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出来！哎呀，抓抓抓抓抓抓抓！啊，他想跑，但是和他跑掉了。刚好翻。哎呀！刚好翻。哎呀！你好可爱哦。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汤圆在跑哎、欸！不要跑，不要跑！嘿，抓到了，抓到你了，抓到，抓到！不要跑，抓抓！咦，哎呦，哎呦，嚯！嘿嘿，抓到你！好好好，我先看上面留言。喜新恋旧。喜新恋旧，哎呦，不错，改的不错。嗯，他刚在乱跑，他真的在乱跑哎、欸，他还给我跑到楼上去，然后，晚餐到底吃什么？还没吃晚餐？哎、代表排行第一名不会变，好吗？好啊，这里有谁敢保证的？我一个一个记下来哦，好可怕哦！算了，这样没有人敢保证，算了，当我没说。他是胖了，他最近就这样了，妈妈养的。可以加了，保证这些太简单了吧？因为保证是一回事，实际也是一回事。冬至还有半年，他人家怎么不可爱？你怎么可爱？他会觉得今天主人怪怪的，可能会。但是他很常躲在里面不出来，所以看到他出来就刚好。毕竟专情人生，毕竟专情人生根蒂固，哦，人设，人设生根蒂固，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不是你，不是你心中的第一，而是唯一。有个女生名字就叫做唯一，什么跟什么？还以为是阿麦吗？不会，应该的、啊。要保证说到要做到给我看，好啊，很好。什么都很顺，不要这样，对啊，不太妙哎、欸。今天这场直播以后，反而不减不增反减，不增反减。请不要晃，你会晕，物理晕。还跟人家女王有鄙视的，嗯，
不会，他只会这样到处跑。是吧？大家都说你专情，有吗？老专情了是吗？汤圆喜欢你，哪里来的一派胡言？他明明喜欢我。没关系。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你就以后回头看。好啊，就回头看当初那些人，究竟有没有留下来呢？我觉得我最近真的怪怪的。至少你是要好好等我回来。好，很棒。之前在谁那边也说过这句话，在谁那边，在谁那边，说出来，大声点。一定很好吃，你敢吃它试试看，我跟你没完。反正不管是什么行动，挤出一张嘴重要，真的。吃牛排不加姜，对啊，就是还没去刷一下存在。你跟我没完，没有，是我跟你没完，你敢吃了它试试看。咦，好可爱哟！咦，好可爱哟！都写歌了，没留下来，好像有点过分，是吧？是吧？我的表情好像真的想杀了我男友，这么可爱。我跟你说，他真的很喜欢他的家，每次只要靠近他的窝，他就会非常的想要钻进去。还是我手现在太冷，好像有点冷。汤圆好暖哦，温温的，暖暖包，嘿嘿。反正关于武器这个话题呢，好啦，我还是说点认真的，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有看到。觉得更怎么讲，更有感觉的偶像，当然是可以加推的，但就是偶尔回来看看就好啊，对吧？就是如果还在团体的一天，就是对，我还在团体的一天，大家也可以再回头看看，是吧？看来是看过吴奇生了，有吗？又在造谣欸，我什么时候说我看过了？我这样说上次不然瞄到眼而已，离不开我是这样吗？哎呦，这句好油哦，我不应该念出来。感谢放手，我一向都是这样。三奇也好像都是这样，就是大家都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吴奇没有。那时候我们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有数次在回家的路上讨论过这个问题，对你们要求好低。不是啊，因为就算我真的说，就是我好像说过这句话，就算我真的说不行，你们一定要留下来，真的不能走什么之类的，会有人这样说吗？我不知道，就是可能会有人很哦，可能不会说，但是有些人会很焦虑这件事情。很担心，就是说大家都跑去看新人，然后都不回来看，都不来看我之类的。我现在是说有些人可能会这样，但是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吧，没有。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因为也不可能说因为你讲了这句话然后别人就真的不去看其他人，真的。哦，回来了，谢谢。你给我讲，因为讨论过，跟三起们讨论过，我们三起的看法其实都是好，是蛮正面的看法，就是其实蛮乐见看到武器进来，主要是因为就是怎么讲，很多原因啊，好像也不太适合讲出来，但就是很多原因，蛮期待武器的，我自己也蛮期待的。然后最近理性起来，我一直都很理性，你说什么？毕竟我都经历过四期电台，其实四期电台我真的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哦，你要钻去哪里？该吃甜点，好好，还有甜点，不行了，你不要乱跑。四期进来的时候，呀、啊，你一直想往那边跑，到底那边有什么好玩的？要说越这样在越会反过来被请了，还是不要？对啊，不要啊！我应该说可以去看我武器，但我看看哦，是反过来啊！啊、哦，好像对，好啊，那这样就有点请了的意味了。我刚刚讲到哪里啊？我说就是四期进来的时候真的没什么感觉，因为就是他们出纰漏之后，我就那。就过没多久就暂停。你到底想钻去哪里？不愧是理科生，其实我觉得这跟文科理科没有任何关系，也不需要说什么理科就比较理性之类的，这就只是一个单纯的个性问题。毕竟都是这样，也抢了一个企业本子，是这样吗？我觉得也不能用抢来说吧，毕竟每个人都还是有每个人的意志，你不会，也不会用说谁抢了谁的粉丝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也会走。期待被的成员叫前辈，那也倒还好，我不喜欢他们叫前辈，这种人比较难搞。谁难搞？我难搞吗？我很难搞吗？还好吧。但新的人进来，大部分的人都会跑去看，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蛮考验实力的时候，就是要怎么样在大家在有面临在粉丝面临很多新选择的时候，你还可以留住大家，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你说你哦，哦，刚好休息，所以没有实感，但其实。我休息期间还是有在上面偶尔看一下这样子，只是我好像是一个对于身边环境察觉能力、感知能力很低的一个人，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我就只是觉得哦，有新人进来了，那蛮好的，多了几个朋友这样，感觉是这样。当初跟很多人说要去新后辈那里看看有谁进去，然后就黏住了。哇，他们都要我好好等，都要你好好等我，所以是被旁人的压力被迫好好等我是吗？以免有人就说，哎 ，Gek 怎么已经不是预言的，怎么不推预言了呢？这样吗？主播想怎么样留住粉丝呢？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这比练好唱歌、练好跳舞更难，就是因为人心真的太难测了，就是你不知道怎么样的人，他们会喜欢怎么样的人。他怎么四期生都只会叫你不要哭，他们要对，就是。是不是常常都去四期的直播，然后就在那边说什么好想燕子之类的，我不知道。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跟他们去士林夜市，然后就有听到珍珍就说苍苍有提到我，然后我就哦，
就是对。王好说想至少粉丝还在 TP， 不是跑去其他团。嗯，以团体为中心来思考的话，确实是这样，没错。是他们太懂你了，知道你稍微讲一下。哦，是这样啊，是这样啊。你知道你喜欢我到每天朋友都在问你喜欢，你还喜欢黄韵吗？那你要看你的回答是什么，对吧？就有聊到，但很想这大家好像聊恋毕业的某人也知道。哦，对啊，太夸张了吧。姐姐在造谣欸，这句我不想念出来，以免被断章取义。肯定一直喜欢，好欸，请继续支持。看到那首真的蛮感动，确实很棒，看得出满满的心意，非常谢谢。直接每天问起来，反正燕子哪说要回来，不就跟你讲，没有啦，没有。我是就说了嘛，学测考完啊，但是学测考完之后又多了一个月，是因为那时候还很不稳定，还不确定自己到底要不要分科。每个人考完学测应该都是这个心态吧。看其他团肯定是那时候太无聊。GAK 是不是有去看那个啊？去看未来少女幻蓝小熊是吗？好像是，而是喜欢变成爱了，那好像有点太多了。没有啦，谁不认识？夸张夸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夸张。当初还好哦，对，而且我战修那时候又有未来少女，其实那时候心情是有点忐忑的。怎么办？但好像很好。GAK还叫你是吗？还得哇，开始爆料了。心情是有点忐忑，怎么说？还是会难免的吧。明明跟着我，很好很好。毕竟有革命情感的拼学车那一段时间，一直都在人家加油。好，你看吧 ，GAK 也跑掉过，还敢说自己专情。你们不讲我都没有想到，对吼，还有这么一段时候，对吼。只是去侦查敌情，应该不会动心吧？怎么谁想得到呢？说想不到，一看下去就回不来了，难过了，有了。只是那时候太闲，是这样吗？顶多去周记回去看看过去的推，过去的推，哦，可以的，拜托。没有看，你是看 TP 的子萱跟一萍，在场敢说没有看未来少女的，真的没有人吧？一定多少都会去看的、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们就是哪怕心意突然变了，或者是突然觉得比起谁好像又更有吸引力，就是更喜欢某个人，我都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觉得本来就这样啊，因为毕竟在你遇到他之前，只是时间先后顺序的问题，我觉得啦。就是该遇到的该喜欢的只是时间先后顺序的问题，所以也不用纠结于说为什么他以前有来然后现在不来，现在不看我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平常心吧。反倒是我自己应该要思考怎么样让别人觉得是有自己个人特色值得喜欢值得看的人。还真的没看过比赛不翻，连我突然为什么有一个
连我都有看了，怎么可能你们没有看？你要骗谁啊？幽灵水晶那时候还会吗？那妹妹绝对没特别注意她，你都加引号了，她很小啊，云锦。当初是看 TT 五二 ，DD 五二才认识 TP， 从音组认识 TP。哦，那还有这一段故事，都是注意平平跟子萱，是真的没有看，真的没有看，云锦可爱。对啊，我觉得未来少女就是有很强大、很明显，每一团都有很明显的不同风格。说的人名还真的不知道谁，好吧，那可能真的有人没看过。还是粉丝还是得靠我自己，尽量让常常不讨厌同单，常常讨厌同单吗？因为公司有帮忙行销，平常就在看。对啊，你们也很难不看吧？又造谣哦！什么？常常会讨厌同单？那是工作，工作而看的。原来如此。那你觉得你跟嘉轩这样，你有讨厌同单吗？说不定你跟嘉轩的情谊胜过讨厌同单这件事情，所以你不讨厌他，你不讨厌嘉轩，但你讨厌同单，说不定。那你没有推了，什么意思 ？TP 成员有出场看一下很正常，没有错啊。可以不可以造谣塑造一样的人设？只是去看现场，看两个 TP， 偶尔不小心去看到其他女生，真的很不小心，一个不小心，真的非常不小心。我觉得时间差不多，我们来唱歌，去看电费的故事。发电吗？是什么？缴电费。那时候 TP 的活动真的太少了，帮他说话一下。哦，确实，那时候 TP 真的活动很少，导致可能对真的不知道来来去去嘛，总有来来去去的人。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时机的问题。但是现在活动越来越多啦，不是吗？我知道，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就跟你们说了，我知道的事情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多嘛。什么？真讨厌子以后，他就讨厌你了。苍苍居然是这样的人，居然是这样的人。那你觉得 TP 本来的见面机会不多，会慢慢变多的吧？快卖那边偶像的。爸爸退追了，什么意思？觉得幽灵吸引力最大，因为风格只想 TP 又两位自己人，所以就是根据风格来讲的话，哦，你就继续造谣，造到现在有点生气，是吗？只是没有喜欢说说仔，但没有拒否同单。哦，说说仔是什么意思？gay 可在追偶像的爸爸，什么意思啊？对啊，我没看。啊！居然请过吃火锅，还有这种情谊。幸好燕子不知道你其他的事。阿亨是不是也有推过别人，还是有看过别人呢？好像有，是吗？好像有诶，印象中好像有，是吧 ？TP 都没这种福利。现在应该换了小王妃，啊？选为女婿，真的假的？啊？有这么一回事？问号问号问号，问号惊叹号！他在造谣哦！大家都在造谣要先说反串要注明，造谣也要先说
哎，你在造谣，一直是我，真的吗？总觉得阿亨好像有某段期间有走掉过，但我不知道是我记错。我们来唱歌吧。其实说造谣都是事实，只是怕被骂。羡慕哦，居然羡慕吗？谢谢苍苍送的鹤羽球金牌。好，我们来唱歌吧。成全吗？今天无所造谣了吧？我们说准时结束就是准时结束。我练，但有一段的音不太确定，不如我们听一次。好，我们听一次好了。今天五首，后天五首。过分，要不要考虑一下我的喉咙啊？今天不是到九点吗？哎呀，造谣了，我还没吃饭呢，大家。吃饭皇帝大。螃蟹好好吃，对吧？你看，你在这边去啊！我们要准时下班，让人可以去吃大餐啊！我们先听一遍吧，再聊一下下。晚点传牛排照给我，过分。借你读一下，很久没读，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怎么会很久没读？你觉得我喉咙听起来是可以的吗？早上七点半才没有嘞。还没吃饱，不能下播，不行啊，不行啊！找时间录完放兜粉贴文，顺便增加订阅数。录完录什么？录什么东西？这首歌吗？我有想到一首想唱，但是我们下次再说吧。我真的很，我已经没有什么歌了，拜托饶了我吧。早点休息，拜拜。这个数字好小哦，我在一阵子就要去买平板，但是平板的镜头是横的诶，这样直播。好像也还好，那天有试过用娜娜在看，也不会有没有看到镜头的感觉。现在只剩抖粉可以突袭了，哎呀，好像也是。念榜前五分钟可以提醒大家写留言板，好嘞，大家记得写留言板。现在。但是我总觉得一定会有人问 Gek 浪客，啊，跳掉了，刚刚跳掉一下。Akira 跟苍苍，记得记得。我想要找一支麦克风，但是我没有麦克风。我是真的要买麦克风啦，大家会不会以为我是说谎？都以为我在骗人。我是真的有买一支。前三吗？好啊，那以后前三。前三就好，还是其实你不想写，对吧？我想到了，一定是你不想写。你写好了，送个礼给我。好啊。
谢谢送的告白无聊赌徒送的告白气球，记得哦，记得这宝送宝宝贝的麦克风我要买，但是我一直还不会用它，对不起，我就是我真的只是署名很容易丢个礼物就不见，确实你讲完我也才想到，以后就前三吧，但是今天既然都说前五，走到迷路了，哇！看直播看到迷路了，这该怎么办才好嘞？星期六何时开播？6:30，哎，不是6:30，我不能乱讲话。我有发在限动，我有发在限动。就浪花以后浪花数下降，毕竟只有前三，怎么会这样？啊，不，早上不是啊，我在讲什么？晚上6:00-7:30，早上的时间我也起不来啊，各位，怎么要来一次早六直播吗？乱讲，造谣！早上6:00-7:30吗？没有，是晚上，先掰了，好。我要开始唱歌了，我不是故意的，没有正常的麦克风。之前不是还开过早上，但没有早六那么早啊。前三留言版4-5点歌如何？但感觉。会有前三可能会想点歌，然后就乱讲造谣，幻影战士又在造谣了，不补档也会被推荐长短剪的影片啊，好吧，好像也有道理。好诶，我要开始唱歌了，也没关系，星期六还有。我想到我星期六要唱什么了，不要再跟我多熬了，因为我已经没歌了，我要再想歌了，好吗？不然唱 TP 的啊。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的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这句不行，我要唱对，我这一句一直忘记是什么音，我这一句要唱对，不行，我一定要唱对。我刚刚没有仔细听，不行，真的。我刚刚练习前有，不是，我刚刚直播前我有听哦，我有听，我真的有听。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好，不行，我要对唱对。我真的有听，但是那一句好难记哦。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的对我说声
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留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是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咽喉状态。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留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是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好像是找我，没关系。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是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不行耶，还是我以后就开场，就开播的时候就开场，这样状态比较好。如何？谢谢大家，也可以，对吧？因为我觉得到后面就是喉咙状态没那么好，我觉得在一个小时前我的状态是很赞的。谢谢苍苍送的 Be Your Baby Tonight。 不用开嗓吗？我觉得不是开不开嗓的问题，而是喉咙没有力气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开播前我的状态还不错，就是我试唱过，感觉是还不错的。
只是到后面喉咙没力了。一方面是坐着比较能，对，一方面是这个原因。好，那我们就来念榜录。开播就唱的话，也睡着，因为入迷了。怎么会这样？所以我平常播的时候，你没有入迷吗？你有入迷？我现在学会，反问喽，我会应对喽，对哦，我不会，对。来找找。你还好，不晕的。真的吗？好，先来念榜。啊，好害羞哦，张少彤在榜上耶。那我们就从张少彤开始吧。第十名是张少彤，九是吉米周，八是黑流星，七是 Gek 哦 Gek， 六是浪客，五是欧比王，四是小管面线，二是 Akira。三是 Akira， 二是无料赌徒，一是苍苍。好，那我们就来念榜了。会不会又有人忘记呢？好，我来找找。前三，好啊，那就前三。四五都没有，哈哈哈！坏坏燕子真有趣，善良跟小恶魔两种都很棒。我一直都很善良，好吗？来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无料赌徒？嗯？这个不要赌徒，这个要念吗？这个要念吗？是认真的吗？我等他回，我要看苍苍的。直播辛苦了，听到成全了，开心。然后我最近练武重点也辛苦了，记得要好好休息。然后真的会一直在的，好。好，收到。最后一句就算了，你错了，看看就好，不要念。所以是真的吗？我要念，我要念。什么？你错了，看看就好，不要念，看看就好吗？不要，我要念，这很好笑。这是一则灵异小故事，胆小的别看。我看完吗？我大概扫了一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念啦念啦，好啊，这是一则灵异故事，胆小的别看。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夜晚，就在那条最长最可怕的九弯十八拐的路上，计程车司机听着收音机，口里哼着歌，开在那条路上。忽然，有个妇人在路边招手要上车，司机不疑有他，就停下来。一路上蛮安静的，直到那个妇人说话了。他说：“苹果给你吃，很好吃的哦。”司机觉得很棒，就拿起来，随口咬了一口。那妇人问：“好吃吗？”司机说：“好吃啊。”谢谢咯，妇人又回了一句：“我生前也很喜欢吃苹果。”司机一听到，吓得尿失禁，面色发白。只见那妇人慢慢把头倾到前面，对司机说：“哎，但我现在生完小孩就不喜欢吃了。”好，我念完了。不要这种语调，不然要怎么语调？好。
念完了，谢谢大家。不然你们后就在留言板上放一段故事啊，我就来说故事时间。拜拜，好突然哦，才刚来，不要，一个小时40分钟了，考虑一下，好了，大家辛苦了，拜拜。